江湖传说，两张一样的卡片，特别容易中，来吧，上天堂，金色闪电，上头啦！It's gonna get personal.很欠揍的脸，然后笑一下，靠北，时隔两年你还是这么欠揍，不忍了，血洗当年，不忍了。三张红卡 ，No， 啊，中间两蓝必一红啊，这张一定是红，呀，呀。什么鬼东西？哎，你是最高级包哎，你不是白卡包哎，最高级包压一下吧，压！对不对？这一百多包会逼疯个主播吗？不会，大不了再退坑一次啊，没差，再到这就这样子啊，哎，还是怎样？还怎样？逼疯我吗？有做功课啊？我听说最高级包很容易中红啊，为什么我都不太一样？骷髅头，吐个烟，很小啦。我是非洲血统吗？不是，来，这张有了，那手指非常魅惑，来吐烟，骷髅头，啊！拜托你压一下，你压一下，我就直接带过你了，拜托压一下，求你，看你到底有没有牙齿？放音乐吗？这首歌应该比较不会翻车吧？这是必成功的歌。我原本想说把它留到觉醒粉娃之后粉变再说。新增两 KPI， 第一个看他吐骷髅头，第二个是看到牙齿，两个都要完成。吼、哦，太扯了吧！他今天这个台子我还需要合成吗？有必要吗？我等下还要先纸再金吗？有啦！骷髅头 ，nice， 好换变身，正牙齿喽 ，nice， 尖牙 ，yucky， 真死亡骑士，哇，当初为了这张卡片，他抽了几万，还抽不到，后面直接买账号。我们今天两张看到了，回本了，好，我们可以把动画跳掉了。白夜巴凤特暗杀团长又来了，天上骑士，我有感觉了。牙齿，牙齿，你看，感觉来了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亚丁精锐骑士收集品完成 ，HP 加30，紫色，中指啦！干，打黑长子，10%机会中指，我不会这么黑吧？直接指起来。紫色外观降临，拜托拜托拜托，紫卡紫卡，这个有了，这个雕像很帅，看起来光芒很亮，直接中指，最后两抽，不可能吧？他的都七抽，没有半个紫，手摊开，紫卡一张，很小。我刚刚没有骂脏话，我是说，哎，干，天气好干哦，为什么沙子这么小？海底捞月。中东自摸，他紫卡几率10%哎，以天堂相关的游戏来说，10%是一个很高的几率了。该面对还是要面对啊，来吧，各位，我需要你们帮忙一下，帮我集气一下，50%验血统，来吧，各位刷六六起来，50%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啊！我的你们干！这干什么？没有碎片了，不能再来一次了。好啊，我们要把它收一收了，来合成吧。哦呦，六红，36盒六红，1/6，还可以啊。三张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8中3，台子坏了。最后一发，不管有没有中，都会有红，中了就拿红，失败就保底。来吧，哇，不给保底。好啦，12发红卡，何止了？我现在超过这个你的期望值了，12张至少给3张，
好吗？回归之后第一次核子变究竟是零一二三四五哪一个数字呢？斩断 ！Touch！ 我靠背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反杀！反杀！怎么可能？太离谱了吧！伙伴们，帮我一下，零一二三，你们打一个你们心目中的数字出来。那个刷零的，有种你们刷快一点。绝对不可能！不要让我美好的回归变成一场噩梦。红宝石，反杀，捅他！啊 ，no！ 在干嘛？这太酷了！不播了，不播了，干，气死我了！绝不保底，十九二十是吧？来，一波一刷起来，你们在刷什么东西啊？反杀，不要怕，还有反杀，反杀，反杀，反杀 ！no！ 哎，啊，死掉了！把你慢慢的塞进去喽，进去喽，我进去啦！紫色闪光，小林，有了啦！一指，再来，零到二选一个字，你们不要刷零啊！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第二发，紫色闪光，有了 ，nice 啊！两指可以合进啦！想当初，我的账号第一指也是死亡骑士。好像是一波金色刷起来，人定胜天。没关系，我会反杀你的，放心，你一定被我反杀，一定反杀，肯定从你捅。打铁打铁趁热，刚刚那个只是前菜，来再去刷金，不要停，金色不要停，金色不要停，拜托，金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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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啦！金色闪电。你们以为结束了吗？我这叫什么？我这叫保底点数。你们以为我这样就放弃了吗？哪有这么简单？直接下去了，来吧！又是克拉克。江湖传说，两张一样的卡片特别容易中，来吧，上天堂，金色闪电。他的触手变多了，眼睛变多了，还吐舌头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放弃了？反正是一波金色刷起来，你们想看的血流成河上头啦，下去了。哈丁，这次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刷金色，刷金色，该给了，该给了，三发了，来了来了，各位。送你金色闪电。